相信诸位已经看到缠在你们身边的孽障了，但你们还没有找到因，想要离开此地，你们必须知道厉鬼从何而来，所谓何事。若是过程中诸位生前的孽债被揭穿，他人到地府告状，下辈子投胎就只能沦为畜生。本官现在施法把你们送回阳间去，让你们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此鬼法力强大，随时会追上来，我已在此设下结界，让他们无法找到你们。但我方才和他打斗的过程中把法器遗失，导致结界不太稳定，随时会消失。倘若消失了，厉鬼便会把你们捉回那个空间，如果你们全部被捉回去，我便无法再救你们了。若你们找到了法器，就可以重启结界。还有，厉鬼特别喜欢吃豆腐，若你们找到豆腐，谁拿着豆腐，鬼便会去追那个人。鬼吃了豆腐，动作会迟缓许多。最后，等你们解开了所有谜团，使用法器，我便会再次出现了。抓紧吧，你们的时间不多了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。